嗨，我是 Benny， 我是 GBS 摇滚教室今次独立起哄这个音乐会的教授，都是门生的主唱。我是 Maniac， 我是唐人街，我是琼芝。Hello， 我是 Undercon。今次去找这几队 band 的乐队，他们本身都很有质素，我觉得。即系讲紧两三年之前喺台下面睇 Maniac 啊、门生啊、On Show 咁样，咁依家有机会系同你一起玩，系呢个 combination 系几有趣咯，系。想咩 lineup 都正。咁我试下呢一个 lineup， 俾大家一个新鲜感。都系一个几好嘅同台嘅机会嚟嘅。我哋啲歌大概都系讲翻可能。在我哋呢個年紀廿零歲遇到的一啲人生的矛盾，或者佢對社會的有少少睇法咁樣。我哋都會有兩首新歌啦，一首叫《雙城》，一首叫《白色森林》啦。血汗啦，血汗係我哋嘅主打叫做。我哋一首新歌嘅內容就係以有所指，以愛有所望，主要講你俾一啲好意人嘅時候，你要了解到人哋究竟適唔適合啦。白色森林其實就係講我哋。在这个社会上面好像缺乏了很多言论自由，那我们应该要去捍卫我们本身应该有的东西，迟早有一天可能连我们香港都会失去这个我们应有的权利。有一首歌叫《时日无多》，其实这首歌的意思就是说，在我们人的里面就可能会追求一些很多的理想啊、金钱啊、权力啊，但我想讲的时候不要因为这件事而忽略了你身边最重要的人。那里面有一句歌词是风吹过落叶仍不退避，请找紧这片土地，就是说我们不可以身处一个好像在一个很多文化混杂的地方，但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的根。那血汗这首歌就是我们最希望想带出的讯息，找紧你自己的身份。希望可以攞到同观众嘅一个共鸣或者一个交流嘅地方。其实我觉得一个 show 好嘅 show 最紧要就一定要有系乐队带到嘅信息咯。希望好多人都可以知道我哋所写嘅嘢啦，所表达嘅嘢啦，即系唔系你真系嚟睇 show 咁简单咯。呢个 show 嚟互动啊，好嘅 show 最紧要就一定要有。佢嗰個靈魂台上面唱緊只歌講緊乜咧？投入啊，投入，或者個氣氛點樣帶翻出嚟？盡量嘗試用我有能力去搞嘅資源之下去搞一場，盡量做到最好嘅演出俾大家。